个鸡长得非常漂亮，然后看到这个鸡的第一眼，我突然想到美国总统大选 Trump 的那个发型。我在想这个 Trump 的发型设计师是不是从这个红富锦鸡上面得到了一个灵感，是不是应该把这个红富锦鸡以后改名叫 Trump 鸡，是不是更有名气。Represent women in politics.